今天的天气很好，不但不下雨，而且难活，一点儿非常糟糕。Oliver Sula。谁杀 Oliver？ 是他。他，你，是你。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没有买多衣服。我觉得你杀 Oliver， 因为他没有买一件衬衫给你。啊，不是。他，是我，他是。Oliver。够了，够了，我想帮你们。但是我没有办法一边听这个人一边听那个人，你们都很酷，可是你们说太多了，别说，你先说。好，今天下午2点，我和 Oliver 到中国饭馆吃午饭。我觉得师傅不喜欢 Oliver， 因为 Oliver 不点做菜。你想吃点什么？好，豆腐、牛肉、酸辣汤、冻酥油、黄瓜，对，白菜，好，你用金叶卡，好。你好，请进，等我一下，我的黄瓜今天很慢。啊，人很多。好像一个桌子都没有了，那个这个皇冠比那个皇冠的菜好吃太多了。师傅，请问，还有没有桌子？有，你们有几个人？啊，不看清楚我们两个人吗？对不起，那张桌子没有人。你们想吃点什么？请点快一点，我很忙。没有空。啊，媳妇，请问什么菜最好吃？我看了网上的天气预报，今天的天气很冷，你们喝酸辣汤吧，好吃极了。我不能吃辣菜，还有什么菜？有，我们有。冻酥油、酱炒豆腐、红烧牛肉，每一个菜好吃极了。可是过一点，我们少放点盐。我们做饭做得很快，菜很快就能做好。哦，够了，给我们两，我你看。
两位想喝点什么？我们有中国茶、冰茶、果汁、可乐、啤酒、冰水。嗯，我们只到两杯冰水。我以为你今天很饿很渴，为什么你没点多一点菜？嗯，我刚开始吃色，我是有时快点。嗯，不但他点便宜的菜，而且他不帅。明天的天气比今天的天气。哦，那是抓奸菜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在抓奸菜？我以为你请我吃午饭，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家常菜没有味精，也没有盐，甜甜的，辣辣的。我的菜和这个饭馆的菜比较，我喜欢我的菜多了。吃吃完了吗？你还点多菜点点吧。够了够了，我不饿，一点饭都吃不下了。好，我们刚吃完了，我们先移工附近。好好，好好。一碗米饭3块钱，两杯水9分钱，一用3块9分钱。嗯。这是10块钱。钱你找错了，少走了我1分钱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感情去。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算了，我现在加班。来了。我希望你小姐近期再来。Let go。他们非常糟糕，我希望他们不再来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小气的人。